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哦，今天跑到这边来，这边老海鱼，不是青海鱼。哇，这个海鱼差不多，这个罗阿坑差不多有200多天没过来，啊，今天过来给它盘一下，正在抄底的，期待收获多多，好货多多吧。我们去给它装载开盘。现在举收杆了。啊，海军马上涨进来，我们开始找我。我这边，第一条抓获，黑钓，抓获。包姑，我抓头，我看你往哪里跑。我这个头可以哦，差不多半斤多，应该是。把我扎了一下。黑牛，我这底沙坑就是不错，这罗网坑螺好多，这种装装的螺我们就不要。哇，螃蟹螺，小螺可以，给它做了。一只螃蟹呢？这是那个刚刚蜕壳的，软软的，看软软的，我们不要，下去。哇，都是螃蟹，这底槽螃蟹好多啊！现在是好像是螃蟹的季节。哎，在这边，哇，尾巴在这边，头在这边，这么长吗？这是抓到猫砂丸了吧？这条应该算猫砂丸吧，差不多接近4斤，应该是有了。给它先中了，哇，这一条就发了，直接发财了，给它先中了。海军马上进来，赶紧找货。好像是一只持久功啊。个头有点小，49公，往那边转，往那。卖货！那螺好多，这螺王坑就是螺王坑，都是螺。这种红色的螃蟹，这种只有底槽才有的。